Hello，大家晚安，大家晚上好。我的声音清楚吗？大家晚安，Hello，Hello。Carol，晚上好。Regina，晚上好，谢谢，声音清晰哈、哦，好，圈，晚安，声音清晰。好，非常好哈，大家都听得很清楚。大家最近好吗？Hello，伊娃。伊娃 Chen，伊娃的那个照片好可爱，她是原子小金刚吗？Sao Lan Wang，你好，晚安。有没有朋友是在海外的啊？就是你现在没有，不是住在台湾，是在其他的国家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在哪里？晚上都吃过了吗？香港，哦，香港，OK，香港，香港今天天气好不好？今天台湾很热诶，你们天气好吗？Hello，陈芬，很好哦，太棒了。对，今天好像已经有点像夏天的感觉，天气非常的那种大太阳的感觉。对，没错哦，充满阳光，还可以做什么？洗衣服、晒床单，吃饱了哦。对，我比较晚吃，我刚边在就是煮菜的时候，我还在想说。我今天要做什么样的示范？你们有特别想要看什么样的示范吗？我是有想说，就是做一些暗色系的处理，给大家看看，然后用不只有粉彩的媒材来做创作哦，然后也不用。觉得一定要打草稿啊，哦，或者是说我一定都要割新版、割模板，哦，或者是有没有一定怎么样的上色方式哦？我觉得就是可以比较，自由，充满自己创意，哦，然后跟着自己现在的心情，我想要怎么画就怎么画，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怎么讲，就是。你给心里有一个既定的框架的话，它主题啦，或者你已经设想说，我要画什么，有时候可能会限制住你某方面的一些创意哦。那也许你在画着画着，你会有些新的想法出现，哦，也许就是你当下想要呈现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我画图，我很少打草稿，几乎。我不太喜欢打草稿。那当然，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有一个大的方向啊，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画饮料啊，然后我想要画什么这个复活节，哦，复活节会一些相关的物体嘛，比如说就是那个蛋啊，复活节的蛋，
跟草地有关，好天气，然后可能有兔子，可以把这些东西在脑子想过一遍，然后你再把它画出来。但是这是我的习惯啦，你们可以照着你们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做进行哈，自己喜欢的方式比较重要，然后习惯的方式就可以。我不一定说一定要照着什么样的方式来执行。好，那我今天主题哦，其实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都在使用的粉彩哦，它叫做日本的京都粉彩，你们有听过吗？有用过的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感觉？有听过，有用过。这一盒是48色，其实它不大哦，它小小的，因为它现在塞满荧幕，所以你们看起来会比较大。哦，那它其实每个都很小。然后它是 soft，它是软的哦。然后它是那个日本的手工制作的粉彩哦，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吸引我。第一点就是它是职人手工的粉彩哦，那它没有一些有害的一些化学粘着剂。这边打开的时候，它是这样子一个木盒，这样木盒。然后它的外包装啊，其实有一个纸盒啦，因为我就把它拆开，就这样子。这一盒是100色的。价钱很贵，因为我就是很疯狂，有点想要收集它哦，所以我买了100色，36色、48色、18色我有买，因为它太可爱了，就是小小一盒，所以我都有买。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色表哦，它是空白的，你就可以照着号码去把它填色填上去。我还没有做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实际上看到的颜色跟我们画出来的颜色会有一点点差别，哦，所以你可以在这个色表上面先去把它做这个前置的作业哦。然后这里有会日文的同学可以帮我翻译一下，但是我看一些汉字，应该就是对身体有害的材料没有使用的感觉啦。因为我有去看过它的一些相关资料哦，它比较没有化学的一些成分在里面，然后每一根都会长得不一样，小小的这样子。好，这个是48，然后这一盒是100，我等一下会再放给大家看。因为它是软的的关系哦，所以它其实它会有时候画一画我会碎掉。这都很正常哈、哦，帮忙翻译是不是？OK，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的作品分享哦。我这几张都是用日本的京都画的。先跟大家看一下这张，好，这张是。饮料的，我把灯调一下，太亮了一点。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呀，或是对于颜色使用上有问题，你们也都可以留言哦。这个的部分呢，是京都粉彩来做的这种渐层。哦，然后它的这幅的重点就是它会有一些饮料跟冰块当中的若隐若现的感觉。哦，然后你要呈现出来，它有淡色系、暗系，然后到下面有一些渐层上来的感觉，好像一般的那种
调，哎，那叫什么 cocktail 什么鸡尾酒调酒，哦，他们会有一些渐层上面的设计嘛，哦，所以我就是在我照那个做发香，然后把那个颜色堆叠上去，慢慢的这样子，然后这个其实也可以做很多其他主题的发香，比如说你的杯子可以长得不一样啊，长形一点的，有一点三角形、长角的、高脚的杯子也可以。那里面的这个颜色色系，你也可以做不同的搭配哦。那时候我在试这个京都粉彩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它的颜色是不是就是比较适合做淡的、清丽的感觉哦，但是后来我有把颜色做一些。像加深，哦，比较浓郁的感觉，其实它也表现得非常好，哦，这个也是京都粉彩的作品，嗯，哦，然后你看这个，水果的渐层的感觉，深色，然后蛋糕分层，哦，然后盘子跟背景的呈现。那其实它可以表现蛮多种不一样的效果。然后另外有一张，这张哦，这张是这个猫咪的京都粉彩，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功能啊，就是它可以加水。好，它加水之后可以来做使用，有点像那种。水彩可以做渲染的感觉，所以这一张我有加了水哦，水分去让它做一点比较特别的效果哦，所以其实它跟直接涂上去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哦，有感觉到吗？嗯，好，哦，它会有一点比较萌，比较柔和，有点像水彩。的这个感觉，嗯，大家有没有比较喜欢哪一张？颜色很美，谢谢。有含酒精吗？哎，不要含太多，因为我会醉。大家比较喜欢哪一种感觉？就是这种淡淡的，然后还是这种比较浓的。颜色这种蛋糕，还是这种猫咪，有一点点梦幻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我觉得它很像那种有点流动的感觉。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张作品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点，不是静态的感觉，好像他们在跑来跑去的感觉。嗯，喜欢饮料是不是？饮料，蛋糕上的水果也很喜欢。饮料跟甜点，饮品，深色哦，Regina 喜欢深色，嗯，深色的表现对不对？OK，好，哦，这几张先把它放起来。好，那再来看一下我们这张。哦，这张也是，它有深色跟浅色的部分都有哦。然后这个我本来其实是想画沙漠里面的月光，所以其实我本来的构图想法是只有上半段。哦，然后下半段可能就是沙漠之类的。那后来画一画呢，我就觉得，沙漠画上去之后，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我就开始想一下，哎，可以加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后来我就把星星把它画上去，就有几个星星掉下来这样子。然后我女儿就问我说：“妈妈，为什么？”星星会掉下来，然后我就说：“你许愿的话，愿望成功了，星星就掉下来了。”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有3个愿望实现了吗
因为我有三颗星星，小朋友很可爱哦，总是充满了不同的创意。我今天早上也上了那个一个幼稚园的课程哦，然后他们画出来的图，我都觉得小朋友的创意好好，然后有很多我们大人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出现哦。所以小朋友在画图的时候，不要太干涉他，就让他自由的发挥。好，然后再来两张是我试色的时候的作品哦，因为我想要知道它颜色呈现的感觉，所以我把简单的构图，然后颜色把它放上去。好，这个是蛋糕，蛋糕很好发挥哦，因为蛋糕。像这种 cupcake，你们的这个下面的颜色啊，上面的颜色，其实都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编排跟设计。然后上面也可以放不同的水果啊，喜欢的东西，巧克力棒啊或什么都可以做。好，所以其实甜点，我觉得我蛮喜欢画甜点的，因为甜点你画起来也很开心，然后你也可以画就是。你自己喜欢的食物，对不对？甜点，好看又好吃的感觉。然后这张是那种花卉蛋糕，我之前有画一张比较大的、长的。那这张是因为是15×15的关系，所以我就把那个整体比较缩小一点。有那样大的有没有在这里？哦，有，在这里。但是这张大的。不是京都粉彩，这张是欧洲的牌子的粉彩，然后纸张也不一样哦，所以你觉得它的效果会有一点点不同，它比较雾的感觉，然后它比较亮的感觉，哦，跟纸也会有关系，哦，跟每个粉彩的品牌也都会有关系。那你们现在用过什么牌子的粉彩啊？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应该很多人用过樱花，对不对？我那天直播有蛮多我的学生在里面，然后也有很多准指导师跟正指导师，大家用的樱花比较多一些。好，然后这个是可以让大家看一下不太一样的这种色泽呈现。我把这个袋子拿起来。没反光，大家用过什么？雄狮的，雄狮，OK，雄狮。哦，这个有点雾雾的，对。但那个背景的毛毛是因为我用那个化妆棉去刷它，所以它是，我就让它做有点雾雾的感觉，所以也可以跟你的。上色方式都会有关系，用手指头，用其他的工具，也都会有影响，会不同哦。盟友是韩国那个对不对？那个 main 友对不对？Korea 啊，对，哦，也蛮多朋友用这个哈、哦。你们用的是 soft 吗？是软的吗？短短小小的对不对？还是你们？雄狮也有硬的跟软的，那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你们画起来的感觉，还是你觉得你们有，用的这个牌子有什么优缺点？Sally 是雄狮，跟老人牌。你们觉得好用吗？或者是你喜欢它的地方，它的优点，或是你觉得它有哪边，你觉得没有那么好使用的地方，优缺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Celine，芒果颜色亮丽。然后樱花的比较和谐，
那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啊？还是你会照你想要画的东西，然后会有拿不一样的粉彩来画？芒果的我也有用过，我用的是芒果的软的，好，然后这张是那个复活节的作品哦，好，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其实上面有很多可以自己做创作。发挥的地方，比如它的蛋呢，它的蛋就可以有很多形状、颜色、哦图案来表现，对不对？它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好，然后这个兔兔，我本来不晓得要把它放在哪里，哦，所以我画就画了一个身体。那想说，诶，它可以在蛋的后面，很像它在推那个蛋。然后是扶着那个蛋的感觉，所以我加了两个手，然后旁边这些花草啊、爱心后面再加上去，然后跟天空的颜色表现，这张蛮多人喜欢的，有那时候放上去粉砖的时候，就有很多学生想要学这张的那个作品哦。那这张也有开了几堂课。有三场的时间的样子，你们有兴趣可以再到我的粉专去看哦。那你有想要另外约上课时间，也可以在私讯跟我联络。两种都会用，对，按照，对啊，吼，有时候画画就是这样，按照自己的心情来画。好，那我把画面切到。诶，刚刚是不是听不见我的声音啊？我又不晓得去看到什么，那我放这样好了。那这样声音现在听得到吗？声音画面都清楚吗？OK，好，谢谢你们。听到哦，好，因为我的耳机有时候不确定你们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好，把东西放下。现在好了我想来画一下
比较暗的颜色给大家看哦。好，那比较暗的颜色呢，粉彩的部分我会从这种淡色系开始上。我想先画一个蓝色。好，慢慢把颜色加深上去。哎，有时候画的时候我会转一转，感觉。我想把这边继续好了。看一下作品颜色给你的感受哦，我觉得我想把它反过来，这样好像比较接近我想要的感觉。这个是粉的，然后有时候我会把白色也把它调进去，如果我想要它淡一点的话。好，然后右边这里跟蓝色开始有些交叠，往下推。这边我的下方要让它暗的，上面让它是一点亮的粉色、粉紫色的感觉。好，来加一点点。好，慢慢把颜色叠上去，就把效果做到你心目中想要的样子。把颜色慢慢推上去，好，到这边它就会变成比较粉紫色，因为这里跟刚刚这边紫色。再倒一点，然后你再往下推，再看看它会变什么色。好，继续。好，那下方我想要再更暗一点。画面如果看不到、不清楚，或是声音没听到，你们再随时跟我讲哦。目前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的。越深的颜色哦，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要稍微小心一点。哦，粉末量可以少少的上，因为它一下去颜色就会很重。然后你比较难去做调整跟更改哦，所以我们慢慢的加，慢慢的加，不要一次下太多粉上去。那其实暗色也不一定，都用黑色来表现，
其实有一些深蓝，像这一盒里面的这种蓝紫色，其实非常漂亮。这种蓝紫色到更深，带紫色的，或甚至是黑色，其实这几个颜色都蛮好看的。我最常拿出来画的是48色，那偶尔我会把100色拿出来，想看看它其他一些中间色阶给我的感觉，有时候试一下它的颜色，之后在画画上面才可以多一些颜色上面的选择。但也不是说颜色越多越好哦，就是适合自己。那你把它做一些混合，其实都可以做到自己想要表现的感觉。是，我这里粉色让它带一点点亮。好，然后你喜欢深一点，我们从这边开始，这样慢慢的把它推过来，让这里的颜色再有个层次。我觉得京都的粉彩很好推，我不晓得你们看起来有没有感觉。这边的暗色，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种粉色进去，你看这里就会再有一个层次出来，它不会全部都是暗的。你们这样画面有清楚吗？因为有时候脸书直播。它的画质会时好时坏，我希望你们都可以看得清楚。我把它放大一点点，靠近一点点。这里这一块刚刚上的，这里用这个色。就是它很滑顺的感觉。再稍微看看有没有想要加强的地方。我一直想把它加黑，今天是很想画黑的感觉。这边再深一点，我喜欢刚刚这个粉色下去的效果。你们喜欢吗？后面变模糊了哦，好，那稍等它一下，因为它有时候会。比较慢一点，等一下，一下好，一下好，一下坏，这样。Google Meet 比较不会有问题，我都用 Google Meet 上课，其实蛮稳定的哦。但是因为如果像今天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那个网络的承载量。那一般上课，我都小班上课的话，两三个人、四五个人在 Google Meet，其实画面都蛮稳定的。现在呢？现在画面还好吗？好，这个是我今天想要画的一个背景色，你们喜欢吗？我觉得它很像是湖泊，还是森林里面的感觉。好，现在来加一点其他的东西。好，我现在想加的是这个手绘的一些植物。好，我用的是这种
白色的牛奶饼，白色牛奶饼，白色牛奶饼，我觉得它在画图上很好用哦。要画什么呢？我想一下，画一些植物。因为它底是粉彩，所以它有时候会把这个头堵住。哦，所以我们要稍微去清一下，擦一下，再回来画图。看你想要画什么。会画一些小卡片的感觉。依序，你们可以画更多，我把它画高一点，满一点。好，那我的，这个作品的示范就是，我们可以把背景画好之后，前面可以用一些不一样颜色的色笔来去做创作。我不一定都需要粉彩来做进行，哦，你可以画你喜欢的样子，叶子啊。把它涂满你喜欢的样子，哦，就是它头会有时候会被粉塞住，你准备一张纸或是一个小抹布，稍微再把它擦一下。白色牛奶笔可以啊，你就问店员，白色牛奶笔这个还蛮好买的，或者是网络搜寻一下网络上面的感觉。然后它可以有，它好像有金色的，然后有细的，这个比较粗，这一只是多少啊？哦，1公分，不对，1.0啊，1.0 mm，它是属于比较粗的，哦，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再继续去画它。你们想要画什么就画什么，照你们自己想要的样子。我可以把它往上面去扩散更多。
啊，我没有画完哦，我等一下下了直播之后，我再把其他我想要画的东西再把它补满。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哦，你可以画小张的，画直的，像书签这种直的，书签的那种大小也可以。好，那背景色你们可以画你们喜欢的意境。好，然后再去做前面其他的调配。好像这个牛奶笔，我也会画在像这个星星的表现上面。好，这种就是慢慢的去点它，点点点点点啊，点大的，点小的，全部点上去，再加亮片。因为这个照片放在脸书的时候看不出来，其实它我有放那个亮片在上面，所以整体它其实很闪亮的。实品上去，实际的作品，我觉得是比较有颜色色泽感的。这张啊，其实这张也有诶。其实照相的时候，照片看不出来，这有看出来吗？这样有看到哦。就是它有个光泽感，然后背景其实也有点像，有点星空的感觉，其实可以带一些不同的亮片色泽上去。看这边还有什么？这边这张哦，这张是淡淡的，带在天空的地方。看这里。哦，所以看得到，所以亮片它也是蛮好的一个能够搭配的一个材料，所以它看起来是不是真的还蛮亮的哦？就是在灯光闪烁的时候会更好看，很 点点亮片哦，好亮，美美的，好好看啊，哦！谢谢你们哦。啊，我之后也会想用京都粉彩来开一系列的作品课程哦，就让大家接触到更多的不一样的粉彩的品牌，跟更多的搭配的一些创意的作品创作的感觉哦。有跟我上过课的同学啊。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上课的时候会给大家很大的空间，对不对？好，告诉你们方式之后，我都希望大家用喜欢的颜色上色，画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好，这样会是比较属于自己的创作的感觉，那也会有比较高的成就感，对不对？好，自己完成的漂亮的作品这样子。这个星星也是，要不要画个星星给大家看？还有纸吗？我这边刚好我有留着这个星星的板子，你看我当初在画的那张作品的板子，把它留下来。好，我们来画一颗星星给大家看。好，这个旁边这个要擦干净哦，比较好。才不会影响到颜色。好，我们先把黄色放上去。它推开。那像我们在用型板子在画粉的时候，我们都从外面往里面推。这样的板子就不会翘起来，我就从外围，好，把这个颜色色粉压在纸上，因为你这样涂出去，它这个纸板可能会坏掉，或翘起来。好，那这个尖尖的地方我要特别注意，要照顾它。好，等一下你星星的形状才会好看哦，小小的这个尖尖的地方哦。
色粉上去差不多。好，我们拿起来看一下颜色。好，这边这样，我们把粉处理一下。好，这个黄色。那我们开始要上一些暗的地方，好，这样它看起来比较有层次感。我们可以上一个暗一点的黄，好，把它放在你要的暗面。我们有一个亮的暗，亮的面跟暗的面，好，这样看起来星星会比较立体哦。这边这样子。旁边带一下，轻轻带一下。主要我的暗是在右下，那手上的残粉就是旁边沾一点点。好，然后不要让这个中间亮跟暗的地方有很明显的那种一横的感觉，交界处不要太明显的感觉，要把颜色混好，混均匀。然后再来这个橘，我带一点，让橘色上去。好，看一下颜色感觉，然后颜色这边好。那如果你落差想要再多一点，我们这个橘黄就再多一点，层次多一点，粉量多一点，然后再多一些些感觉。好，下方，好，这里。好，那交接地方用干净的手指头把它带一下。好，讲星星就出来了，有看到吗？我把这个粉清一下。好，现在有看到吗？好，这样就有一个带有立体度的星星。好，这个你们也可以做不同颜色，好，去练习你们颜色的层次感、立体度。今天的分享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很安静，你们在吗？这几张，这几张都是用京都来画的。我看一下我现在的课程时间。画面分两边，你说这个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吗？我是用一个直播软体叫 StreamYard， 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它，然后它会有很详细的那个操作的那个介绍。好，你把它说在。所以我想说大家都很安静。这个是复活节作品的活动，然后你们有喜欢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画画哦。好，然后这一个是就是这个有两个这张，没有星星的呈现，其实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哦，就是看你想要它什么效果。像我用的是牛奶笔加亮粉哦，所以你可以去控制它。好，我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残芬说有时候粉彩买太多很难分辨
哦，对，所以其实刚刚这个色表啊，如果你们有时间做，其实是蛮好的。我就把那个颜色都画上去。那有时候你可以直接看色表。那再来就是，你多去接触它，你会比较熟。那如果你们有时间做色表，当然很好哦，因为这个等于说是一个你直接可以参考的样子。那每一个品牌它都有，它的特色跟它的特性哦，你们都可以去试试看。其他还有什么？我看大家，今天有特别喜欢的作品吗？桃园开课是不是？小文想要上什么样的课程？桃园，我之前也有去上过课，我有开过体验课，有开过工作坊，然后也有那个日本协会的认证证书课，其实我都有开过，在桃园啊、宜兰都有开过课程。然后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些学生他会选择线上的课程，线上课程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方式。好，那影像会比较清楚稳定，因为在 Google Meet 里面上课，比较不会有刚刚脸书那样子的问题，有时候会一下好一下不好的关系。有啊，你有想要上什么课，你再告诉我，然后我们可以再约时间，体验课程或亲子课程。残芬说：“可以有小文，我们可以再约时间哦。那欢迎你私讯我。”残芬说：“我喜欢用深色做背景的两张图，感觉跟浅色作品的……哦，对啊，没错哦。其实，但是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诶。你看，像这张两张就是很大的不同，对不对？一个比较暗色，一个比较亮色。”可以根据你的主题，跟你想要呈现的感觉有不同的发挥哦。Elsa 说：“请问牛奶笔跟高光笔，我不太确定你的高光笔是指的是哪一种诶。好，但是因为牛奶笔它的用处，我觉得蛮广的，然后也蛮经济实惠，所以你可以买一支回来，跟你的高光笔比较看看，想看看你喜欢用哪一种，也许这两种会有不同效果，也不一定。所以都可以使用。高光笔是有点像那种，带亮片的笔吗？还是跟牛奶笔有一点像，只是它更多颜色。你们可以试试看哦。现在有好多种笔诶，什么蝴蝶笔，然后什么珠光笔，什么亮光笔，超级多的。有时候去文具行可以稍微试一下它的感觉。那喜欢的颜色可以买个一两支回来搭配你自己的粉彩创作，其实都很好。你们有画过粉彩吗？有接触过粉彩的朋友可以告诉我吗？自己画过，或者是有上过课，或是有画过体验课，还是自己喜欢，有在家里自己喜欢画画的吗？有 Regina，你都画什么？Regina，你是我的学生吗？你是佩如吗？有自己画过。Peeling Chain 还是讲啊？我自己画过。那请问你都画什么样子的作品？什么风格主题的作品？啊，佩如哦，OK，佩如好久不见呢，你好吗？
你的照片小小张，就没有看得那么清楚。那你们都会喜欢画什么样的主题？你可以提供给我，我也多一些灵感。山水，哦，山水，就是比较风景的，风景景致的那种主题。嗯，对，风景其实它也是很好发挥的。比如说我们画大的物件的时候，比如说高山啊、河流、河水啊，然后太阳、云层、云朵、大自然，对，树啊、花啊这些，其实都是很好发想的题材哦。嗯，大自然，OK，佩如都好哈、哦，太好咯，希望大家都很好哈、哦。OK，好，我那画一画也差不多9点嘞。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就要结束今天的直播。画云彩的时候感觉不好，对，云的部分其实会需要一些技巧练习，好，包含它的颜色，然后还有包含它云层你要呈现的感觉，所以天空跟云彩有时候是需要多一点点练习的，好像这张它的颜色很多，然后也有云的层次在里面，哦，所以其实这会花一点时间，嗯，会需要多花一点时间。之后有空再来示范更多不一样的那个小的地方给大家看。好，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直播。啊，也可以帮我分享出去。好，那我的粉丝专页也欢迎大家帮我按赞，然后我会常常更新新的作品上去哦。然后大家有什么喜欢看的东西也都可以告诉我，我也可以来画画看。好，想要跟我一起画画的也可以传私讯给我哦，我的粉专上面。可以发送讯息，那我看到之后，我会赶快跟你们联系哦。嗯，啊，有特别想要告诉我的，也都欢迎留言或私讯告诉我。那之后有空的话，我再多开直播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诶，唯一，好久不见呢，你在？大家都很隐藏，不客气哦，希望你们喜欢。哎，慧茹你来啦，谢谢你有留言跟我说，也很高兴又看到你喽。好，Sally 晚安，Sally 有空我们再约画别的东西，好不好？来舒压一下，我刚回来啊。那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前面的那个影片，我有示范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作品，都偷偷看老师画图，不用偷偷看，也可以正大光明看。好，谢谢大家，舒压对啊，有时候上班或是带小孩，或者是说有一些生活压力什么，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喜欢的事情把它排解下来，然后这样心情就会开阔哦。不客气哦。然后一边来整理东西。你看它是木盒诶，有没有很可爱？小小木盒。黄美惠，眉宇画图美又温柔，你怎么这么好夸奖我？
通缉我哦，好的，没问题哦，谢谢美惠哦。这个是100色的色系，你有想看一下？你像彩虹一样，超美的。很好看哦，所以我买了4盒。哎，我有多买哎，因为我之后开课我想要用它。如果你们有想要买，但是没有很多个位数，我是多买一些回来放。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私信我。喂，断掉一个。断掉了。我刚刚说我有多几粉彩，如果你们有想要，可以再私信我哦。我已经先订回来放，因为之后我开课，我想要用它来让大家试试看。好，第一次印象不错是社区哦，对哦，有一些社区长辈。就是画粉彩给他们很大帮助，就是他们，比如说他们手指头，好，可以做一些应用，对不对？哈，然后他们可以完成自己的画作，然后也可以跟大家有一些交流互动过程，我觉得也蛮好的哈。其实长辈小朋友都很适合，哦，其实他没有什么年龄上的限制。嗯，好。那我就要跟大家说晚安喽，大家周末愉快。还有什么其他的要跟我分享的，欢迎大家可以用讯息或留言告诉我。好，那今天有想要练习那个星星啊，或是刚刚那个小作品的，也可以跟我分享哦。谢谢大家，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我们下次直播见。